基本上都有，基本上每家人都有人在国外，每家都有人在国外。法国，我像我们这边是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那边最多。对，我们刚开始出去就是偷偷的过去，一个人十几万，我们两夫妻，我老公一个人走了20万，我们两夫妻就是说到国外花了30多万块钱。刚开始出去就是偷偷违法的，很危险。我老公在那个满洲里，就是说我们呢应该是中国跟那个俄罗斯边境哦，被抓了，被打了，然后退回了，又出去，走得很辛苦。我老公在路上走了，他是九一末而已出去，走了1年多，在路上走了1年多。我也没经验，反正我们中国人在国外都是苦干勤劳啊、哦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我们为这种都是很勤劳的，一天24小时，有时候我们刚出去一天都干，30几个小时。欧洲发展几十年了，我们中国才刚开始，应该说机会多一点。中国有钱的很多很多，国外嘛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空气好，吃的食品放心。现在在国外赚钱，说赚不了什么大钱，只是过过日子，拿像好像我们去打工拿拿工资一样。像国内如果有机遇的话，商业机赚钱的机会比国外有大得多。我做这个纯粹是为了往好，年年40多岁嘛，不像是在国外哦，40多岁的还可以去打工什么。我们这边好像也没什么做。我说在国外反正干了这么多年，回来开个店，房子是自己的嘛，开个店让自己过过时间，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一点，是吧？